电表故障引火苗，家私木工厂凌晨被火魔吞噬，一名78岁患病男子逃生不及，命丧火海。前晚11时许，石龙门沙南坡路旁一间制造家私的木工厂失火，大火瞬间被工厂烧成废墟，导致一名住在工厂里的男子被烧死。欲知更多新闻内容，欢迎订阅联合日报。